立法院前广场哈、哦，留给人民的请愿哦的记者会啦哈、哦。那我一向办请愿活动的时候哈、哦，我都会在记者会开始之前哈、哦，先将请愿书送到立法院里面去哈、哦。那我们今天来的哈、哦、这个台湾国嘛哈、哦、啊，台湾国啊陈先生哈、哦、啊，然后我们长老教会哈、哦、林伟莲牧师。然后我是高成员哈、哦，台湾缓和行动联盟的召集人。然后这一位是洪崇彦同学。那我先讲两件事情哈、哦，我先讲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是我送进请愿书进去，然后平常的程序是请愿书送进去以后，我们向院会请愿。然后我们登记十个人啊，或最多十个人，然后我们就进到里面请愿接待室。结果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吗？里面的办事的人员说今天不开宴会。我跟他讲说啊，不是吵了半天，说叫学生退出一场，你们要开宴会啊，结果今天是应该开宴会的时间不开宴会。我说立法委员啊，从来都是在打混啊，果然今天就是这样。所以他说哈、哦，你们礼拜五再来啦，所以我礼拜五会再来哦，请愿啊，这个广场留给人民啊这件事情。那今天啊，我也特别啊邀请啊我们啊这个洪同学来哦，因为前几天所谓的为中正一分局啊，哦说是洪同学去围的啦，说他是主谋啦。那我对这个事情特别关心啦，因为大家知道哈、哦，我是集会优先法违宪案释字第445号的释宪申请人。那当年呐、啊，1994年10月1日啊，我也去围过一次中正分局啦、啊，只是那一次我们只有十个人啊。这个就是我当年围中正分局的照片，因为我们只有十个人，我们没有真正没有能力围，那怎么围？而且为了突破集会优先法，所以当年是我变成一个警察的雕像，然后一手举着这个命令解散，然后一手拿着麦克风，那在监察院这边化妆好，然后几个同学啊、把我抬过去，包括江盖世，然后这个简石一街。所以我们是1994年、1993年、1994年，我的主张就是废除集会优先法，因为集会优先法有太多太多的问题。那94年我另外一件事情就是94年的4月10日4/11清晨，国民党中央党部旧大楼，也就是现在的张荣花基金会这个大楼拆掉。那一天其实是4/10教改联盟游行完以后啊，我在那边静坐，然后警察来了，中正一分局副分局长吴正吉跟我讲说，高教授啊很辛苦哦，赶快回家休息啊。那时候差不多10点半，就他们11点4辆怪手就从后面来把古迹拆掉，所以我当时赶快打电话到民主电台，我及另外一个叫新闻记者叫易小文，后来我们都被起诉。那后来易小文是被判无罪，因为他打了电话以后他就跑掉了，他没有抓麦克风。我到现场以后，我这抓着一个麦克风，党工阿仔起来麦克风，我在那边阻止警察跟群众的冲突，因为群众开始向警察丢这个罐装水，然后警察开始要打人，然后我们坐在那边高喊和平，结果那一个案我被判3个月90天，所以我看到洪同学啊最近的这个遭遇啊，我实在是心有戚戚啊，所以趁这个请愿的机会特别啊把洪同学请出来。我跟洪同学只见过一次，那一次啊就是徐世荣教授啊、哦，因为这个农政啊，大埔事件的抗争啊，徐世荣教授被大同分局啊、拖进去，然后后来被保出来。
那跑出来的时候是在士林地检署，我去接他了。因为那天本来我跟徐教授六点钟要吃饭，搞到十点钟才见到面。那一天啊，这个洪同学就在那里哈、哦，他被打哦，然后头流血啊，我就跟他讲啊，我说这个大同分局是蔡椒啊，如果在中正一分局啊，应该不会这样啦、啊。没有想到还是一样哦，所以说起来啊，很讽刺哈、哦。那我们现在啊、请伟廉牧师哦也讲几句话哈、哦，然后我们再啊、请。最后再请徐同学讲好、啊、各位媒体记者小姐先生、啊、大家早安、啊、我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啊、教社委员会的执行干事林伟廉牧师、啊、在这里、啊、我们也一起呼应这个、啊、环保联盟、啊、今天在这里、啊、要向立院递交诉愿，来希望开放广场，然后成为一个啊接纳广大民意的一个地点，让人民的声音可以让立法机关能够听见。我们知道立法院是国会殿堂，是民意机关，所以本来就应该要接受啊人民的请愿，人民的一些诉求。我们也知道立法院有啊开很多的公听会，我们也看到在整个啊这些法案审议的过程当中，都跟啊天下苍生有所关联。那如果我们一直把这个立法院这样关起来，把人民这个推到外面，那我觉得啊在我们盼望这个啊集会游行成为基本人权的这样的一个诉求上，我想有很多的这样子的阻碍。那过去啊，我们的高俊明牧师也在这个广场里面为了公投的事情在那里绝食。那不知道为什么近年来我们看到这个立法院好像变得门禁森严，那直到前一阵子我们看到太阳花学运这些学生冲进议场，再一次的燃起人民百姓啊、哦、对这个立法院还有一点希望，因为行政权凌驾立法权，学生守护立院，保障他的立法权的独立。但是立法院不能老是把人民隔绝在外，必须要经常有机会用开放的心胸来接受广大人民的意见。所以在这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也同时响应环保联盟所发起啊这样子的一个诉愿的行动，谢谢大家。好啊，谢谢啊，我们啊李卓汉先生哈、哦、啊，然后我们环保联盟的啊董秘书长哦，然后啊台东来的马来胜老师哦，是不是也进场来？好、啊，还有应该还有其他几位朋友了，不过我刚刚看到这三位哈、哦。请你们也进来哈、哦，来台湾国，哎，高老师，各位记者先生小姐们，大家好，我是908台湾国总部的副秘书长陈俊涵。从3月18号，我们当天晚上进到立法院的广场，到最后一天4月11号，我站在蔡定贵教授后面，当他被强制驱离以后，警察试着要来驱离我，那个时候我告诉警察说 Let me walk out like a master， 让我像一个主人一样的走出去，所以警察没有动我，于是我就大摇大摆的从立院的广场走出来。当然最后就发生蔡教授那件事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已经太习惯把政治工作当作某些特定人的专利，包括这两天大家在提，如果被迫我们必须无奈的把立法院用推土机把它推掉的这种形式主义，是不是一种
情绪的发泄而已。我想要强调的是，不管你准备用任何方式要求立法院把这个原本属于人民的广场还给我们，其实它真正背后代表的意义是我们希望让这些国家公仆清楚地知道我们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这个国家是因为我们纳税才存在，不管上至马英九下至方仰宁，都不可以有任何衙门官老爷的心态来看我们作为国家主人任何正当的诉求。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的不光只是开放立法院的这一个原本就该属于我们的广场而已，我们要的也许甚至有一天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在安全没有疑虑的状况下都必须让作为国家主人的我们可以自由的行走，我们随时可以透过任何管道，不管是形式的或者实质意义的，来监督这些自称为公仆但是却是把人民当作是他们的禁软的这些人应该有的理解。我想这一次318的学运真正如果能够凸显的，如果能够传达的，包括现在有人说这一次的柔性革命，它如果可以传达这个最深层的意义，那么我想这个运动的价值才会最后真正被凸显。包括最近的魏阳，他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提到，他说在中国有报道台湾有三大股台独的势力，第一个908台湾国，第二个公投盟，第三个黑岛青。报纸写说这样子污名化黑岛青是不公平的，但是魏阳清楚地讲他不觉得他被列为台独是被污名化。我相信意思也就是说他们心里的主张非常清楚，虽然政府透过签服贸的手段，透过签 EFTA 的手段，透过各种跟中国签署没有经过人民监督的这些条约，企图达到的就是台湾终究变成中国的一部分的这个恐慌，那它背后更深层代表的意义是我们年轻的朋友他已经知道台湾终结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就是台湾必须成为一个独立自主正常的国家，这是我们在这一次运动当中最乐见看到的结果。谢谢大家。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特别从台东赶来的卑南族的头目这个马来胜先生，马来胜老师。谢谢。过去我们有头目，但是现在我们的头目已经变成木头。因为我在这里，我这一次看到这个太阳花学，我深深的一种感触。我身为台湾的原住民，我认为说台湾这个2000多万的人，也许我们有不同的过去，但是呢，我们聚集在这个岛里面，我们面对的是未来共同的未来，所以我认为只有团结，我们才可以面对未来。那这次我看到了这个年轻人他的这个行动呢，让我们更加的凝聚。我们知道未来我们要追寻的是什么，前面几位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我认为说以我作为原住民的这个立场，我知道我从历史中我知道从我祖父这些头目里面他们所讲的话，我知道我尤其是我们东部，我们从来在历史中这个从荷兰民政大清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被统治过，所以我们从来不属于中国。所以说你
他们说我这个我们自始属于中国，但是我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我发觉到我的祖先告诉我们，我们从来不属于他们，所以我们以我们自己的这个位置。那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年轻人站起来，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就是这个土地里面的一家人啊，我认为这个非常重要。第二个呢，既然我们住在这个地方，我很重视一个东西，就是说有关于这个环保的问题。那最近啊，这个政府一直推出这个核四啊，核四要发电，我说难道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核四啊才能有足够的能量吗？这个能源吗？那我认为不见得。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核废料的事情还没处理之前，他们一定要谨慎的处理，要不然的话，我们原住民的地方他们放了很多像南宜啊放这个核废料啊。另外在，对不起，我讲话讲的有一点私交，但是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诉求的那个要点之一。所以说你不能说这里用了核能发电，然后造成了这个附近的危险性。我们可以看到像那个日本福岛发生的这个情，我们真的要引以为戒了。然后也这个核废料的处理的问题也是很头痛的事情，所以请这个政府要这个好好把这个事情处理好，谢谢。好，那刚刚我们环保界的两位朋友比较晚来了哈，我们今天本来应该要进去里面请宴，但是宴会今天不开，所以我就问里面说，你们抢了半天把议场抢回去，但是宴会不开是什么意思哦？所以他要我说礼拜五再来了哦。那现在哦，我们请啊八八会合阵线的发起人哦啊李卓翰先生。老师哈，还有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今天总结哈，在整个学运现在到了一个段落的时候，其实我们总结这个学运为什么会发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政府视人民为无物。哦，这我们后面是最高的一个民意机关，但是其实在318之前，包括反核的问题，包括一些劳工的问题，我们常常来这边抗议，我们常常来这边陈情，但是呢，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这里面的人只服从党意，不服从民意，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造成的？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318的学运。与其说318的学运是反对服贸，其实我们更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于这一个视人民视民意为无物的政府一个最大的一个抗议。所以今天318的学运这个学运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但是后面包括五一还有很多的劳工问题，还有环保的问题，刚刚我们的原住民的前辈也谈到有关于核能的问题、核废料的问题，这种种的问题其实政府都应该要好好的来倾听民意。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其实我们只最一个最简单的要求而已，我们要求让我们这个最高的民意机关前面能够有一个名正言顺的一个所谓的民意广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把我们最直接的民意让里面的这些人能够听。那我们必须要再清楚地告诉他们，所谓的立法委员、所谓的总统这些民选的官员，他们请他们要记住，他们的权力来源是来自于民意。如果民众不理他，如果民众觉醒了不理他的话，他们所有的权力全部都将化为乌有。这是我们给他一个警告。我们希望在这个学运之后，他能够真正的理解到民意对他政权维系的重要性，好好的倾听民意，好好的落实台湾未来的一个民主发展的机制。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环保联盟秘书长董教授。那老师各位前辈还有洪同学各位媒体记者朋友，我想那个台湾环保联盟一向主张台湾必须是一个草根民主的社会。我们对民主的价值跟民主的想象，不是来自于说每四年一次的投票，也不是来自于说人民在所谓的法律规范之下的这样子受限的请愿权。民主的真实价值在于就如同刚刚李卓翰先生所提到的，民主的真实价值在于我们才是国家的主人，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有权夺回，人民有权要求所有的环境、所有的空间的发展必须符合人民的需求跟想象。在全世界许多民主国家里面，他们的空间，特别是国会的空间，是开放的，是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空间过程里面，同样的空间结构过程里面，我们却看到台湾依旧持续着自殖民统治以来的所有的威权想象。我们的国家所选出来的民选总统居然住在日治时代的总督府，用着殖民统治的心态继续统治着台湾。我们国家最高的民意机构，那么继续把自己的城墙封起来，漠视民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三一八学运以降，其实人民在整个空间霸占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了同学们的高度的自治，我们也看到了同学们在整个跟群众 NGO 团体在整个周遭空间里面，他们对环境的整个空间的秩序的控制跟开放，其实都是让台湾人民重新再去理解到，这些空间本来就是属于人民的，这些空间本来就应该是开放的。我们为什么把我们的活动空间限缩给所谓有车的人？我们为什么把我们的空间限缩给所谓有权的人？他们才能够使用，他们才能够运作。而一般手无寸铁的人民，他只不过是要路过一个环境，路过一个空间，要去表达他的意见，那么居然就要被起诉，就要被恐吓，就要被威胁。甚至我们台湾的许多人民，我觉得大家大概顺民当太久了。当像洪同学这样子的青年朋友，包括说许许多多我们的青年朋友，他们站出来为我们的大家的权利在争取的时候，居然还有人要去威胁他，要去讽刺他，甚至要用采取武力的方式、暴力的方式去对付他的家人，我都必须很清楚地指出，这样子的社会，这样子的顺民社会，根本就不配成为一个民主的社会。台湾环境保护联盟从过去到现在，我们所坚决的主张就是台湾要民主，民主要深化，深化必须从基础做起，从基层做起。而这个从基层做起的民主，必须从我们内心里面根植一个重要的概念，我们是国家的主人，而国家所有的空间、所有的形式必须要依据人民的意愿。所以台湾环境保护联盟向来就反对核电厂的存在，向来就反对我们把核废料放在兰屿，因为那个都是对人民、对空间使用的不尊重。你凭什么把你不要的东西放在别人家？你凭什么把你自己用电的享受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面？这些都是错误的决定，这些都是不法的决定。所以我们要再一次重申，这个国家的主人是人民，这个国家的空间是人民所有的，空间的使用、空间的运作必须由人民同意来决定来使用，而不是少数有权者、有势者他们自己围起来搭建他们属于自己的高墙。谢谢。好，那我再来补充几点啊。第一哦，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城墙哦，其实在520就是农民运动那一次啊，这个是不存在的哦。立法院前面是一片广场，就像说监察院前面哦，现在也有门啊，那个门哦，在1997年是不存在的，是因为我在那边摆摊子摆了一个月，后来他们就把门围起来，这边基本上也是这样。然后现在大家看到了这些铁门啊，是我做给他的，为什么呢？因为本来是黑色的门啊，现在换成白色的门，为什么？因为有一次我反核抗争来的时候，把他的黑色的门全部拉掉。为什么拉掉呢？因为以前啊，大家都是用推的，那警察在里面也用推的，那大家都互相推，所以永远推不出来。所以我那一次站在总指挥车上面，然后我就把大绳索挂上去，然后大绳索丢下去，我们两边的人拉，全部把它拉开，然后旁边的我的朋友们顺便把旁边十几个窗户全部拉掉。好，我们的抗议是什么？我们就是要跟立法院讲说，你用这个挡其实是挡不住的，是我们要进去不要进去的议题而已。那这一次
集会选法相关的所有的争议，可能其实大家不见得很了解，我来解释一下啦。当天白狼来的时候，我也站在下面。为什么叫做路过？为什么后来方雅玲是讲路过？因为方雅玲在市议会，他回答说，请愿是不需要申请的，这就是我一向坚持的。我们在立法院前面，环保联盟来这边从来没有申请过，包括去年在这边做了十几天，我们从来没有申请过。我们的立论点就是，在立法院前面，这是请愿的场所，是不需要申请的。那黄雅玲就是说，这边他要用集会游行法。那这一次他在立法院里面，因为白狼的压力，他讲出说，他们只是路过，他要来向这个立法院请愿，好，很好，那就落实，请落实这边是请愿场地这件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一定要站出来。然后我刚刚也提到，我曾经去冲过中正一分局，我们当时只有十个人啊，我们只能用哭诉的方式。那现在呢，现在情势是很不一样哦。现在任何一个人在 PTT 在 Facebook 上面发一个文章，就像我当年打电话给地下电台一样，马上一大堆人在那边。好，那到那里以后，如果有一个比较有责任心的人抓起麦克风，那他就变成手模。这就是我本来在讲集会游行法违宪的时候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手模怎么认定？检方认识的人就叫做手模啦，哦，检方认识人他就移送啦，然后包括你不在现场的游行代理人他也移送。所以后来我申请游行，我一向都我一个人去啊，我没有游行代理人。为什么？因为当年我们环保联盟的那个秘书长啊，林学燕啊，他替我去申请，然后后来移送的时候，哎，他也被移送。我说他根本没有到啊，他说他是游行代理人啊，我说我总指挥在这边啊，啊，这样他也被移送。所以检方根本就乱移送了。举个例子来讲，中正一分局去年吧，他移送25件，只有两件啊是有罪啊，所以他们根本胡搞啊，这些警察都是胡搞哦。那这一次啊，洪同学他很有责任心，看到现场大乱，怕出状况，抓起麦克风，然后他得了一生的可能的官司啊，可能的官司啊。不过我先在这边大胆讲啦，他会被移送啦，他不会被判有罪啦，就像说上次我在这边黄雅玲一直打电话给他，叫我去警察局，我就不去嘛，最后他就移送嘛，最后不起诉啊，不会被判有罪啦。好，那请这个洪同学来讲一下当天以及他这几天他的感想谢谢。谢谢高教授，还有谢谢在场的各位朋友，然后也谢谢在场的各位媒体朋友。那不好意思，这几天因为一直有骚扰电话打进来，所以我没有办法一一回应各位媒体朋友的通知。那我自己也在跟律师讨论说，就是要怎么样应对。那简单的从就是当天的事件的状况开始，那我会简单把我的声明就是重新再说过一遍。那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再请大家可以就是问我。那如果在场的各位声援团体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先离开，不用在这边陪我被媒体盯，谢谢。那简单来讲呢，就是当天上午很震惊的知道公投盟被方雅玲背信忘义的驱离之后呢，我们就很多学生很多社会朋友就赶到现场。那但是赶到现场的时候呢，很多物资还留在里面，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主要是在处理物资如何就是要回来的问题。那这个过程当中有听到下午6点有人在网络上面提议说要到中正一分局前面路过，那但是呢还不太清楚，就是这个路过到底他具体的诉求是什么，那他打算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那要以什么样的形式收场，那指挥是谁，或者是中间有什么样的运作机制，或者是资讯机制，这些都不晓得。
那在那个当下，我其实非常激愤，因为蔡教授还有公投盟这一路以来对于台湾民主、对于台湾社会的贡献跟努力，那其实都在就是在这个民意机关，这个主要民意机关之前，那在或者在中山南路上，或者在济南路上，因为呢这个广场被挡住，现在被围墙挡住，他们没有办法直接就坐在民意机关前面，所以他们只能就是围在路边。对，那这样的贡献居然不被大家看见，或者甚至最后居然还被警察用背信忘义的方式驱离。那在这个激愤之下，所以我们就是在场的声援学生一起讨论之后呢，那就决定说我要发起一个记者会，在5:30的时候先发起一个记者会，说明我们可能有的诉就是当天的状况，还有可能有的诉求。那个时候因为蔡教授人还在医院里面，那他的状况就是还蛮虚弱的，还不太稳定，所以就是没有跟公投盟还有就是自由台湾阵线一起发起，那就是变成以一个在场声援学生自主发起的形式。那在5:30到中正一分局之后呢，我们就举办了一个记者会，说明当天的状况，并且也严厉谴责了中正一这样子不当的执法。不只是不当啊，这根本就是严重违法违宪的执法，那甚至也违背了做人的基本道义。对，那我们一开始的诉求是马英九道歉，方亚宁下台，那包括说要修订集会游行法跟警察职权行使法，以避免就是三二四镇压，或者是4月11号当天早上的驱离再次发生。那也包括了就是方亚宁局长应该要供出下令的人是谁啊，这些诉求。那但是呢，更进一步的诉求其实都是在6点之后，记者会结束之后，那自主到中正一分局路过的群众，那他们所喊出来的，他们所手上举的标语，那我只是负责，我愿意承担集会游行的责任和相关可能的法律责任。但是呢，如果有所谓的诉求，如果有所谓的诉求达成，或者是成功的争取到一些集会游行上的空间跟权利的话，这些原本就属于人民的权利，如果有成功争取回一些的话，那必然都是在场群众他们自动自发，他们举标语喊口号，那所造成的努力跟功劳。那我简单说明一下，就是动员这些群众的首谋，动员群众这些如果有首谋，如果非得要找一个首谋的话，那就是这个，那就是方亚宁局长，那就是中正一分局，就是这个马政府以及他底下的行政机关，用非常粗暴、恶劣、违法、违宪、违背民意的方式在对待人民，所以才能够不断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动员了25万人，动员了50万人，甚至最后呢，居然有1000人自主的路过警察局。对，那我愿意协助这些群众，因为我认为这是有任何有经验者，有如果有器材，如果有譬如说有物资的话，应该在场应该要做的事情，这是我的责任。那我也愿意承担集会游行相关的刑责，如果真的就是集会游行这个恶法非得要找一个人办的话，那我当然愿意承担这个责任。那我承担这个责任是为了要凸显这个法律的荒谬性，这个恶法的荒谬性，它已经临时集邮无需申请许可，这已经是宣告违宪确认的事情了。那但是中正一分局居然呢，就还是经常性的以集会游行法，然后来侦办，来移送临时发生或突然发生的集会游行。那我认为这是中正一分局明知违宪的情况底下依然执行，那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甚至中正一分局后来居然我确认之后应该没有说出即使违宪也要做，但是他们居然就是超越宪法的解释，超越法律的规定，做出了以后不予许可，以后再也不予许可这种就是完全没有建筑于法律的命令，那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所以当天早上呢，应该说当天下午呢，我的能力其实不足以动员这么多人。如果真的要做动员者的话，那就是这个政府。那但是集会游行的责任呢，因为我在场担任场控，我在场担任协调诉求，我拿了麦克风，那我当然会承担。如果
警方如果检警他就是按照以前的这个恶法的习惯在办案的话，那我当然会承担这个刑责这个责任。那最后呢，在 NGO 团体还有就是当天的群众之下自动自发路过完中正一，那表达完诉求之后，我们继续路过回立法院这边继续监督路权，继续守护路权，继续监督里面的反黑箱服贸跟两岸协议监督条例。那这是群众自发跟 NGO 协助的努力，那这些呢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就没有太帮到太多的忙，那就是群众自己的努力。那非常感谢就是大家包括今天在场各位的协助，那还有对于就是台湾民主自由空间的争取。对，那必须声明的是还有很多朋友他们诉求没有充分表达，譬如说有些人可能要求就是范雅玲局长他应该当面直接向蔡定圭教授道歉，那这件事情呢我可能在场也没有传递给范雅玲局长知道，那这个是我当天就是凸显了我当天指挥能力的不足，那这个部分呢我很抱歉，我以后会再加强。那第二点呢也是关于一个道歉，关于一个明确的道歉，关于一个有诚意的道歉。那我必须说对不起，如果当天我在场针对方阳明局长的话或者是我当天在场的任何发言有错误有失误有伤害到他有损害到他的权益有造成社会上不良观感有造成就是譬如说我后来有看到一些文说明就是当天我那样的发言其实会造成很多人不愉快，而且也违背了非暴力行动的核心价值，那对于这些部分那我愿意非常诚恳的道歉，而且我会说出对不起对不起这三个字。那跟方阳明局长不太一样，他没有说出这三个字，那我也期待呢我可以当面跟他道歉，那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当面也对他做出的错误的行政来当面的跟蔡定圭教授来跟在场的群众被驱离的群众道歉呢，这个是我的期待。那这也是我的第二点声明，那对于这些影响我愿意诚实的道歉。那当天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中正一分局他们违法违宪侵害言论自由，那甚至在场呢还不断的就是用集会游行法举牌还拉下铁门。那在群情激愤的情况底下呢，中正一分局的分局长方阳明先生还不断的就是用非常轻佻的态度就是跟群众对话。那在那个情况底下我一时情急，我怕群众无法控制，所以脱口而出说如果蔡教授拿回路权的话你就要道歉下台，因为这代表就是我补充说明一下，因为这代表他做的决定是错误的，那他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而且侵犯人民的权利，那他就当然应该道歉。如果他不觉得受到威胁的话，那我也我实际上就也没有威胁到他。对，那方分局长犯下很多严重的错误，那我不愿意看到他被高层兔死狗烹，因为暗杀也可能不是只有民众会采取的行动。那过去的政府尤其是国民党政府他们也经常采取这样的行动在针对异议者或者是针对对于是他们政权有威胁的人。那我不愿意看到他被高层兔死狗烹，我也不愿意甚至他的家人可能要像我一样被人肉搜索。如果他在群情激愤的情况底下继续不当的发言的话，那会不会也像我今天这样被人肉搜索，被公布电话，被公布住址，那甚至被网络上的网友灌爆我的脸书，然后扬言要就是用各种的方式来侵犯我的权益。我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所以我提醒方阳明局长，那希望他不会受像是柏林围墙倒塌之后受到清算的那些军警一样，希望他及早悔悟，及早对他的错误做出修正跟道歉负责。那我最后第三次道歉哦，因为方阳明局长也出来了三次嘛，那如果造成他的心生不安，或者是造成了社会上的观感不佳，或者对于运动造成伤害，或者这个有违背非暴力行动的核心理念，那我愿意这一次做出道歉，对不起。好，这是一个完整的道歉应该有的程序。那我很遗憾，就是方阳明局长在当天其实好像没有做到这件事情。
其他的声明我就简单讲一下，我没有想到会让家人朋友然后还有各个 NGO 团体就是付出这么多，就是在当天帮忙控制现场的状况底下，那甚至有一些朋友还受到连累，即使他们没有拿麦克风，那也被中正一分局就是以集邮法或者是相关的罪责来传讯，甚至是要移送，这也凸显了集会游行法是非常荒谬的，那应该要被修正。那我自己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包括法律上的，包括身体上可能会被警察攻击，包括法律上可能会被移送，那甚至也做好我自己会被人身攻击、会被言语上霸凌的心理准备，只是我没有想到会拖累到我的家人朋友。那我认为拖累到我家人朋友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因为他完全无助于让我承担相关的罪责。就像如果我们要让中正一分局承担他们错误执法罪责，那我们当然是针对中正一分局，那如果要让我承担相关的罪责的话，那应该是针对我，怎么会想要跑去骚扰我的家人呢？这或者是说他们如果是用骚扰的手段的话，那这样也对我承担责任一点帮助都没有啊，这是我非常困惑不解，而且希望呢大家可以改进，就是网络上的乡民可以改进的一点。那如果这些乡民们呢愿意一起付出责任，为他们的言行付出责任的话，那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就是到警察局，然后就是去做相关的法律责任的承担，那这些我们可以一起做，我做的事情我会承担，那希望这些网友们他们做的事情他们也会承担。第四点，中正一分局及相关警政单位出尔反尔，那暴力镇压，那严重限制集会结社跟言论自由。那关于这个呢，他的就责跟谴责不是在他做出修正就结束了，还要应该要回头去追究，那个时候的决策到底是谁做出来的，他凭什么做出这样的决策，他做出这样的决策错误决策他应该要负担什么样的责任，上面是不是有人下令新镇压，上面是不是有人下令，下令的是谁，下的是什么样的命令，那应该怎么负责，应该要下台，还是甚至是应该要受到刑法的追究，这些都应该要调查。那希望方养宁局长呢他能够自己去调查，或者是请人调查，或者是供出应该要受到调查的人，让大家去查，让他们能够去面对他们所应该要负担的责任，就像我现在在这边，或者是我后续要会继续面对我应该负的责任一样。那第五点，我支持警察组织工会，这是去年就发生的事情，去年就做出了主张，我支持警察组织工会，因为警察受到非常不当的劳动对待。那在比如说在集会游行的保护上面，原本警察应该是跟人民站在同一侧，只要集会有言论自由没有被限缩到，他们就不需要做出什么样的勤务限制啊，或者是执行，那所以他们的勤务负担不会那么重。但是因为不当的集会游行法、不当的勤务分配，以及警察没有相关的劳动权益保障，没有相关的劳动权益保障的团体，所以他们必须要承担这些不当的责任、不当的工作。那他们的就甚至连方养宁局长他都可能只是一个戴罪的羔羊，背黑锅的角色，那他的上级不用负责。我认为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所以我支持警察组织工会，我支持警察保卫自身的劳动权益。那这是过去我的宣称，那我现在也这样宣称，而且我未来会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第六点，在请各位媒体朋友或者是社会大众，在关注路权争议，在这关注所谓包围警察局或者是我个人的失言的同时，也要记得还有更大的这个诈骗政府，它还有很多的法案正在我们背后，这个把我们隔在外面的所谓的民意机关里面审议，它还在审服贸，它还在审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它还在审其他的环境议题、反核的、劳工的相关的法案。那这些呢，这些有没有得到相同的关注呢？这些才更应该要得到关注，它影响的不是一个人，不是所谓的我跟方局长的私人恩怨两个人的事情，它影响到的是台湾2300万人的福祉以及未来，那这些才是更应该要关心的事情。就是我对于各位媒体朋友及社会大众的一个请求，如果要关注的话，请把关注放在这些事情上面。那最后一点，
祝福蔡教授一切安好，这是我诚挚的祈求，因为我从一开始来请，只要来立法院前面参与抗争，蔡教授与公投盟的朋友一直都在，一直都陪着我们，甚至很多时候都充当先锋，都挡在我们前面，为我们扛责任，或者为我们提供各种的后勤支持，那这些应该要被看见，纵或立场不同，那也应该要被看见，甚至应该要被支持。那我能做的不多，我能做的不多，我去中正一分局前面表达了我的意见，表达了我的诉求，那接下来的责任我会承担，但是我也希望就是接下来公投盟能够得回他们属于他们的权益，接下来人民能够夺回属于我们的广场，那本来就应该要是人民集会结社表达意见的空间。那这大致上我声明的主要部分，那如果还有什么补充的话，那也许等我们记者会结束之后，各位媒体朋友可以再就是询问在场各位，或者是在询问我。那谢谢各位。好啊，谢谢洪同学啊，这么详细啊交代了那天的事情哦。那今天我看到就是说新闻上面是写啦啊，下令的是台北市警察局局长，不知道黄什么啦哈、哦。所以下令的是方雅玲的上司黄局长，然后他是来自王卓君的压力。那他们那一天是从立法院里面冲出来，不是王金平同意的，所以这个就是危险的问题，这个就是危险的问题。所以啊，等于这个事件下来，我们看到行政权是侵入到立法院的啊，我们看到我们的宪法是不被尊重的，那集会游行法违宪啊，这个在21年前我就在为这件事情努力，那今天啊，终于时机比较成熟，大家看到集会游行法违宪，那我们也知道啊，集会游行法在啊这个运作的时候，只要他看到的人，警察叫到的人就叫做手模，所以有很多手模。事实上，今天啊、哦，其实很多事情是不会有手模的啊、哦，很多事情是不会有手模的。这个手模，他举牌三次是可以关2年，这些都是量刑过重啊、哦。所以我们啊，大家站起来哈、哦，我们来喊一下口号了哈，啊、哦，我们喊哦啊，急用。洪崇彦无罪，废除集会游行法啊！废除集会法。好好，哎、欸，没有什么啦。好，我那我们喊哦，没有什么废集会法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废集会法，废集会法。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废集会法，废集会法。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哦。那我们环保联盟哦，这个缓和啊、联署哦，继续在立法院旁边哦，继续在这边努力。那关于请愿啊，因为今天立法院宴会不开，我虽然送件了，礼拜五我们还会再来啊，为了啊这个广场哦，应该开放给请愿活动来做正式的请愿。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谢谢。不完全是属于我的事情，但如果一旦他敢来，那我当然会承担我的责任。所以你觉得这是失言吗？对，这的确是我的失言。如果有需要的话，那我其实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适合到分局亲自走一趟，因为我也怕就是我一个人去路过去分局，然后他们就把我当成手模抓起来，而且还可能还不是因为是一的案子，而只是因为就是这次路过，因为现在的状况其实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用网络串联，用网络发起，那已经手模这件事情已经过时了，已经非常过时，集会游行法根本就应该要把这部分修掉。那如果方分局长愿意的话，我愿意亲自跟他道歉，但是到分局或者是在哪里，那我也期待，如果他愿意接受这样道歉的话，我也期待他能够对于蔡教授、对于公投盟、对于他血腥镇压的人民，同样做出对等的道歉。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是哪四条？对，请问。OK。
都是刑法的法条，所以他的确，所以因为现在我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所以我的确也不晓得他到底会不会依据传统的做法，就是用手工来办，或者以其他的，譬如说聚众妨碍罪其他的刑法来办我。那这也是之后我们要注意的方向，因为后续的任何的社会抗争或者是社会议题在反映的时候，可能警方不会用集邮法，他会用其他的刑法，譬如说像徐庆荣教授，居然被一个人在车道上，在没有人的车道上挥手就被以公共危险罪来移送。那这些是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些是我们应该要面临的事情。那如果有相关的罪责一旦到我身上，那我就会去承担，我就会去面对。不好意思，手毛是哪一个部分的手毛？关于你聚众妨碍公务的部分，还有侮辱公务员的部分，这些如果是我，这些是我做的部分，我一定承担。那如果是聚众的部分，我当然也会承担。可是我必须要以承担聚众的部分来凸显聚众这件事情的荒谬性。因为我没有聚集群众，真正聚集群众的是中正一，那但是我会去承担这个聚众的责任，因为现在聚众的判定很荒谬，就是有拿麦克风就叫聚众，有站在前面讲话就叫做聚众。我4:30发起的采访通知是针对5:30的记者会，5:30的记者会在6:00一开始就结束了，因为5:30的记者会跟后续的路过行动是截然不同的。我在记者会结束的时候就是直接的这样宣告了，这是我有提醒大家说公投盟还在这边静坐，那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有空的话可以回，不是有空的话就是可以的话就到我地方这边给大家讲。对，那你现在非常对啊，已经超过6:00之后的。你也没有离开。对，我自己是没有离开的。应该说，记者会是我发起的，我有请群众离开的。那但是6:00之后呢？我只是义务在现场，不是义务在现场传递消息。那如果这个被视为是连续的话，是我不确定，因为我已经明确。我有6:00已经明确，是明确的事情。对，那我不知道法官会或者是检察官他会以什么样的判断标准来判断。那可以请问一下，鼓噪或者煽动群众的相关法规是不是在聚众妨碍公务里面？那我就是单。如果他们认为拿麦克风，鼓噪群众的行为，老实讲是中正一分子做出来的。如果他们认为我拿麦克风应该鼓噪的话，那或者是我戴口号就要鼓噪的话，那这个部分我当然承担。可是我就会继续上诉，因为这是很荒谬的事情。拿麦克风戴口号就叫鼓噪群众吗？那叫做表达诉求啊，那叫做言论自由啊。那请问一下别人做了什么事情？我指的是中正一分局他们举牌，他们拉下铁门，方阳明局长用言不达意，用避重就轻的方式在回应群众，那这才是真正造成群众鼓噪的原因。我想在场的很多人他们应该也都认同这个观点。那不知道警察官或者是什么警察是否要一一阐释这些人到底是不是被我鼓噪？对，我想这应该才是就是真正能够理清事情真相的东西。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在他明知有瑕疵的情况底下，那继续使用。现在这应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
行政机关应该尽快去送一个合适当合宜而且符合民间需求的符合人民需求的版本到立法院认可，尽速的通过。那警察机关应该在应该避开已经明知违宪的部分，那尽可能的不要再去踩到那个违宪的红线。那它主要应该说中正一分局它违宪的部分主要甚至不是在集会游行法的那些已经被宣告违宪部分首谋的部分，而是在于他们居然说他们以后再也不予许可，这个是没有在任何宪法或者是法条里面规定的事情，他们是在创造法律，这才是他们最大的违宪的。不好意思，后面有一个问题，前面有一个问题，那我先听一下后面。落幕很多时候是取决于政府有没有聆听，有没有愿意回应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的诉求。你觉得那天没有您站出来，然后正式回答你们，还说他愿意准时下台的话，不算是回应？他们方阳明先生到第三次的回应才算是正式的现场群众能够接受的回应。他第一次是在避重就，我认为是在避重，不是只有我，现场很多群众认为是在避重就轻。第二次呢，讲的语言不详，词不达意，而且讲的太小声了，根本没有人听得到。但他第三次正式做出道歉下台以及相关的声明，那我认为这是对的，这是好的。对，那希望他对于其他的部分，譬如说不予许可的部分，他也能够做出如此明确的道歉。每一场运动都是由非常多自发抗争而产生的，而聚集起来的。那天的行动是不是烂尾的？我想也不是，就是那个决定的，甚至最主要应该是由当天参与的人他们自己怎么样看待，他们自己参与。但我不认为那场抗争是烂尾，我承认我自己的意识的确有很差，的确有不够好的地方，但是这跟每一场抗争每一个行动每一个人的行动都一样，有错的地方不会改，但有错的地方还要不要改。我当然还是坚持他应该下台，因为中正一分局做出了宪法跟法律里面都没有规定他可以做出来不予许可的这个裁定，那这是非常荒谬的。他有说往后日后不予，他在声明稿他在公告里面有说，他在公告里面说明的应该是日后不予。同时也在进行，宪法并没有言论自由跟集会游行跟其他法律救济管道是平行的，他们当然可以同时发生。如果没有其他就是其他救济管道，非常有可能他不晋级。但在这个当下，集会游行表达言论自由也当然比较能够充分的，就是反映充分而且及时的反映人民的意见和权利受到侵害。我认为就是立法院的广场是属于人民的空间，人民有权利用各种方式就是让它活动，如果有相关的相关的责任的话，相关其他的作用的话，那当然我们会一起承担。那但是呢，这个言论自由是非常高位阶的，是人民的权利，那我认为很多我认为应该要把它拿回来，就是把广场应该拿回来。推土机的行为，如果国家逼的人民不得，国家其实已经用推土机对付人民好几次了，我自己也就是经常必须面对，就是国家暴力用推土机。那国家如果逼的人民必须用推土机来跟他对抗的话，那我认为这是国家的失职。我的家人非常担心我这样做，但是之所以担心，主要不是因为我做了错的事情，而是因为社会大众他们对于这。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正确的面对这些错的事情，而是用骚扰或者是用包围路过我家啦，或者是用骚扰电话，或者是用脸书负面讯息洗版的方式。那我认为这是错误而且无意的。那他们可能可以去警察局告发我，或者是可以直接来跟我说，
或者是他们有各种的各种言论自由的方式，那但是他们现在做的错误的方式是无助于一些，这是我家人担心的点。我认为这个做法是，我认为这个做法是人民智慧的行使言论自由的重大权利的一部分，那它当然是人民的权利，所以我认为这是对的。当纵或中间有很多违法的部分，不影响整体行动，它的表达意见是否正确，或者说是否应该表达意见，本来就是应该的。如果我中间有手段错误的话，那可以针对中间错误的手段来对我进行纠责，那我当然会承担这些错误手段的部分的责任。还在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那一千个路过中正一分区的朋友，那所以我可能不会再以我个人的名义，就是直接的进行上节目，或者是直接受访。那当然，如果有一些疑问要确认的话，那我当然还是会进行。